爸爸嘞？你怎么？哎，我怎么？带儿子出来，他是很故意。我没有在跟你讲话，我在跟他讲话，你颠我也是人，为什么我没有钱？我没有把你当人看，我跟你讲。为什么？喂喂，姐，揭晓啊！揭晓啊！揭晓！怎么？还是太平了。OK， 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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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。OK， 卡，我们就这边突然间卡掉哈，然后给观众去猜哦。OK， 我真的想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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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Hello， 好久没见，好久没见。所以小弟弟来就是那种像我讲的，你就是跑过撞那个杯。小哈尼，你就做你自己吧，因为我觉得你应该是那种不会要生气的人，你就会跟我讲，啊，你不要动紧那边。所以大巴叔在那边跟弟弟讲。去做先，然后声音要回。像我们拍，我们尽量玩带啊，啊，我们尽量玩带，所以情绪一定有在的。所以等一下我准备好，我们就在车拍车的瞬间 ，OK？ OK， good 啊，所以他呢就是刀疤叔了，所以我们呢就在这一个来，你介绍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是 Nike Taylor Cafe 九零洋服了，就是我的一个 hidden cafe 了。对，所以我当然我也不会让你们知道他多 hidden，我不要拍给你们看，你们自己来。然后其实是在哪里楼下了啊？哪里开始 ？OK， 我的店是在一间健身房里面的。OK， 然后进去了的话，你就要自己找了。自己找，对，地址就在这边。所以当然，为什么我会选刀疤叔来演哦，就是因为他的身材跟他有刀疤，虽然这边有点难看，也看不出我来了。我来哦，所以哦，我又觉得他非常适合这个角色。OK， 所以感觉如何呢？很好玩、哦、所以主要其实我们这整部影片就是在考验我们演技的东西啦，就是一样啊，就是让观众去猜到底是真是假。所以包括就是当我们玩这个喜怒哀乐这个部分的时候、哦、是有意思的。所以刚刚我们就可以看到喜是我们在车里面很开心，怒就是刚刚小弟弟弄到我们生气，然后你也弄我们生气。哀的时候其实那个画面哦，如果观众看懂的话啦，其实刀疤叔所讲的东西其实就是等于小哈尼的观众，不是叫观众，那个叫 Hater 啊，那个、叫 Hater， 就是 Hater 讲的东西。所以哈尼最后讲出来的那个东西呢是他的心声，所以其实那个是我们主要是要呈现的东西。所以他真的不是你们所想的那种很简单的 plan， 我们来玩上玩下这样吧。所以我们这部算是成功啊。 OK， 哇，有等一下，我们再演过多一次。Sorry， 再演过多一次，就是不要太刻意。哇，很好玩哦，并没有，会有点假了。你就是那种就这样走进来，滑动就好了，滑动就好了。找我去啊！你躲到我镜头。你不爽，不要在那边吃啊！讲，你觉得怎样？老板，赚钱了。大家不吃这个。没辙啊！你那一句我真的没有想到，老板赚钱了。你再来，OK， 我们再肯定回刚刚我喊你聊，我现在你要再凶了，进来我就拉住你手腕，看你可以吗？而且呛到你看下面都要流水啊！哪里说？前面很多东西你没有看？哎，你叼，什么？先来打扰我们吃饭的，对，他先打扰。现在是我带孩子来这边吃饭，你们在这边吃东西。等一下，我对。啊，很粗啊，你很有点像我 ex 啊。我看你一直这样子摸，我就觉得 OK， 应该是可能有些回忆啊。啊，对了。问你啊，因为这是你第一次参与这种的节目，你觉得有什么体验？因为毕竟你可能比较少演，你比较多是唱歌啊、比较跳舞啊，可能比较 experience， 可能在演方面要抓得很好咯。我是觉得演方面可能你要很情绪，可能就是说要抓住那个 timing， 不像我每次拍那种咿咿啊啊的东西，那个 direct 嘛，就是那种就等于你是做你自己吧。可是现在这个是你需要去做配合跟。他也是你自己，可是你要把你那一个情绪需要被拍出来的情绪要演出来哦。我跟你揭晓一个东西啊，其实我主要为什么会拍这个节目哦，有一个目的的。其实这个节目哦，我们有一些 plan 是假的嘛，所以假的其实就是在考验演技嘛。
OK， 所以我其实我现在除了做 YouTube 啦，我想要进入演的这一块啊。对对，就可能一般做 YouTube， 一般是就做演员这样子，因为我自己是蛮喜欢演的。对对对，啊，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，可以看这一部影片。Roy 啊，你为什么会拍 film 的照片啊？留下美好的回忆啊！对，所以看哦，因为他的确是有一个演员的这个长相，没，我没有，完全没有这个长相 ，no， 哎呀，其实我就觉得说，哎呀 ，YouTube 也是做到有点闲，有时候可能要往另外一个方向去玩一下。所以我有一句要鼓励的话，每个人都可以演，不管你今天是丑还是美还是丑，每个人都可以演出自己的生活，只是看你怎么演。所以这个话也是要鼓励看过这个视频的人。有梦就去冲了。那其实当然我也不是什么专业，只是因为我们平时还是在念我，因为我们平时我们有拍 production 的，其实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倒久了哈，我们会懂怎样去抓那个感觉跟那个节奏啊，所以我才会有学到一点点那方面。对，所以当然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小剧透 ，OK， 就是应该最快3月我会有一个微电影出来。Okay， 那这个微电影其实我有两个选择 ，OK， 我不会讲出来是什么微电影啊，一个是正常的微电影，第二个是非传统的微电影，非传统，然后就是自己的想法，做自己的。他其实没有，其实他也不是真的我来的，可是我会演没有人想象到的那个角色。OK 啦，好啦，我们就等一下镜头结束前，你讲你要演戏吗？来演一下，演对嘴戏。等一下，一定要的。等一下，蓝教来讲。我什么学会了？学会了一点技巧来表演。我有这个想法拍影片吗？你讲，我现在从哪里学到一点演技，现在表演出来。我等一下，OK 啊？哇，你看，快点来 ，OK， 你 kiss 我啊？好 ，kiss 我来 ，OK。看着我 ，OK， 看着你啊。来，这个会是一个很大的克服啊！来，哎呦 ，kiss 到我，有是真的有，OK， 他想，他是真的来了哦，给你没有给你尝试不同的嘛，对，你讲你要演戏，可能这个就是我要演的东西，对了，不同的东西 ，OK， 非常感谢他来我们的这个影片啦耶，有可能以后你看到他从跳歌变去演戏，我们也不知道，对了，有另外一个不同的东西。